那是你要想要我没完没了的鞠躬，你就没完没了的鼓掌。今天是第几天？咱们很多人学佛都打过禅七，是吧？一期一期期的就这么过去了。那今天就是一期的最后一天，是吧？那然后呢？该成的就成了，不该成的，那你得抓紧努力了。不是不该成，就是还没成的，这话说的有毛病，是吧？哈哈哈哈。这几天感觉都怎么样？身上的病痛好50%以上的人，举手，我看有多少？好70%以上的有多少？好80%以上的有多少？好90%以上的有多少？也不少呢，100%好了的有多少？那有信心是吧？那没举手的呢？没举手，人说没病。咱们呢？来干啥来了？修心、修行。所以说，咱们要重新的说一下，咱的使命到底是啥？咱到底来干啥来了？给大家再强化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要不然这一期过去了，还没找着概念呢。有的是不错了，来修行，来修心都对，修行。修的是什么？修行其实修的就是心。那修出一颗什么心来呢？修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就修这个。这颗心呈现出来的，那就是。一颗佛心，得到的那颗心，这是一个状态。应该说是这所有人来的目的，就是来修这颗心。那清净心是怎么来的？通过提升自己的大爱心，使自己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人，你的心越来越大，爱心越来越大，那个小我，也就是自私的我，它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，达到无我。无我了，就清净了。清净的状态，就是没事了的状态，没有任何事能影响到了你，没事，明天也没事，是现在也没事，过去的事已经完事，对不对啊？已经成过去。如果你还在过去的事中烦恼着，就说明你这颗心没有提升上来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的状态。你的心被过去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还在挂着，
牵引着。过去的事是不是就已经不存在了？它只是成为一个记录而已。只有现在是真实的。你现在有事吗？有事是过去的事在影响着你，未来的事影响着你，你才有事儿。这就是放不下，想不开，没活在当下。因为真正的当下是自在的，真正的当下是无事儿的状态。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你无事的状态就叫清净的状态，就叫无我的状态。是一种自在的存在。如果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做不到自在，因为它在影响着你，对不对啊？你有感觉。咱们人来到世界上，是借助于身体这个载体，这个工具，用我们的灵魂找到那个如如不动的我，就是那颗真心，永恒不变的那颗心，用灵魂去找到它，跟它完全连接成一体。这个状态只有清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呈现出来，链接到一起。也就是我们来到世界上做自我修行的话，就是身心灵合一，修的是这个。你能修到身心灵合一，本我的智慧就在你身上呈现出来，你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，高层智慧的人，可以被誉为神、佛、圣仙，就这个状态。因为你是一个充满巨大能量的人，你也就有了改变周围这个世界的能力，有了能量才会有能力。你的那个灵就是指挥我们动的那个东西，它跟心是又合又分的状态。迷失的我是那灵魂，真我不会迷失。真我就是大爱心，永恒的大爱心。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，都是有任务的。可惜的是，诸多的人生下来之后迷失了，不知道自己的使命，没人唤醒他，忘了他来干啥来了，来到这里居家过日子，成为一个糊涂虫，自私自利，争来争去，看不开，想不透，活在烦恼中，忘了他自己的价值。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也就是大家都是有使命的人，使命是什么？使命是通过自己的大爱心，通过提升自己的大爱心，来唤醒别人，来影响别人也有大爱心，也能提升大爱心，
最后修出那颗清净心来，达到身心灵合一，回归或找到本我，找到那个真实的内在的自己。通过唤醒别人，帮助自己回归，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你明白了来到人间干啥，也就是唤醒了自己来到人世的那颗初心。这个初心也就是我们的使命，要来到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来帮助这个世界的，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。我们是来造福苍生的，在造福苍生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爱心，提升自己的正能量。这个爱心就是一颗无私的心，也就是去掉一颗小我的过程，焕发出巨大的爱力，帮助这个世界，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让它变得越来越美好。这就是你的使命，也是你的责任。成就别人是唤醒自己的方式，是提高自己能力的方式，是增加自己正能量的方式，这就是修行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不把自己定在神佛的那个层次上、那个档次上、那个量级上，不拿他们去做参照，你提升的速度将很慢。你如果认为你就是他们，你就是神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得道的，将以这个为原则为人处事，那么你的量级很快就与他们同步，因为你的心跟高能量级的这个大宇宙的正能量场进行了链接，放大了你自己的能力，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。如果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为这个使命而来，那么请问眼前的一切，你有什么看不开放不下的？你有什么不能超越的？你是为挣钱而来吗？你是为当官而来吗？你是为名声而来吗？你是为男男女女那点事儿而来吗？你是为生孩子而来吗？你是来过日子的吗？要想回归，回归到本我的状态，就得放下世俗上的一切，因为你是神，你是佛，你不放下你成不了。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，没一颗私心，没一点私心，众生为一体，在你的眼里是平等的，对方不好正是需要你的帮助，他好了不用你，用不着你，你也没有那份价值，就因为他不好才显出你的能力来，
才使你有了价值。如果你这点认识都上不去，说明你是一个迷痴的人，愚痴的人，你就是那些芸芸众生被渡被救的人。你生活在苦难中，如果不觉醒，今生不会成就，下辈子也没准了。所以说，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，明白你活着的真实意义，放下世俗中的一切，以神佛的本位来定位自己行事。我们的烦恼都源于你放不下，都源于你在为你自己活着，只不过是有所谓的为大众，帮助其他人。你帮助其他人是建立在你的前提下，没有放下。放下是一个非常难的痛苦的过程，因为你生生世世以来或者今生已经被教育成放不下了，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性习惯，成了惯性。所以说必须突破自己，你才能成就。我说的是放下一切，你认为所有好的所有不好的能做到吗？今天做不到，我们要尝试着去做。明天做不到，我们要审视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，我这辈子到底是为什么来活着的，后天可能就放下。如果你不想放下，一辈子都放不下，你不想超越，一辈子都不可能超越。我们来到人间，帮助众生是在成就自己，可是你就为了自己而成就去帮助众生，这个私心又出来了。因为你帮助你会很开心很高兴，这个开心和高兴也是执着，也是没放下。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做这事儿的，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？想想是不是这么简单？我们为什么要大家开心快乐幸福？原因你以前不开心不快乐不幸福，我们是用善的用正能量的状态，尽快的把自己从不幸的状态转变过来，然后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前进。如果你有能力现在直接转入高层次，你的量级就发生巨变，因为你瞬间与宇宙的高能场同步，就看你的心有多大。所以说咱人来着，你得明白你来干啥来了，什么是你的事业？你到底是给谁干呢？你干的都是什么？你要说你不是给自己干的，那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烦恼？不是给你自己干的，你烦恼什么？你既然是给你自己干的，那你就是个自私的状态，把自己束缚住了。
所以说才有那么多的烦恼，导致自己多灾多难。想想是不是就这事儿？我们一直说病不是问题，有病的是你那颗心，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来了，不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一直没有提起正能量来，没有像佛像菩萨那样提升起那颗慈悲心来，不是爱这个世界，而是想在这个世界里要回报，要别人给你回报，让人家关心你，给你爱，不惹你生气，顺着你的意思去做事儿。想想是不是这个概念？那你就是个低级庸俗的人，你不病谁病？是不是这道理？满脑子都想自己，你为什么不想想别人？你病了，你给别人带来多少病？有多少人因为你的存在而不开心、不自在、不幸福？你咋不想想这个呢？满脑子想要自己好，你好得了吗？这么自私。你没有正能量，没有大爱力，好了吗？求好能得到好吗？想一想，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道理？你病了，活该，自找的。你现在还病，更活该。还不觉醒，你是一个负能量的载体，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危害。你不受惩罚，谁受惩罚？要想改变，你看看你到底是来干啥的？扪心自问，人到底怎么活？你为谁活？你怎么活过来的？学这个修那个，修的都是什么？为什么你没修好？因为你有灵魂上的垃圾，自私自利的想法。你看不开，放不下，患得患失，全是为自己着想。他为什么哭？他在忏悔，没活明白，今天开窍了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哭会影响大家听课，管好自己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现在是需要良心觉醒的时候。一辈子你为什么受了那么多的苦？你为谁受的苦？你冤吗？你可怜吗？想想你从小长到大做了哪些事儿，哪些事可圈可点，值得称颂，不是为自己、为国家、为社会做的事儿。
有那么多灵魂的垃圾，都是负能量，身体能好得了吗？我们活着就是要把灵魂上的垃圾清理掉，把那个贪心去掉，不是做好人，而是要成圣成贤成佛得道。事情不缺你这一个好人，我们要的是圣贤之人，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人。大家想试这事吧？嗯，作为一个一般人，普通人，善善恶，普通人不就那概念吗？一会儿想开了，一会儿想不开，一会儿好了啥东西都给，一会儿又后悔了，不就那状态吗？做一般人你是不会成长的，我们来是把灵魂修上去的，是提高自己的。提高自己的方式就是说让你对这个社会呈现的出来巨大的价值，就是能造福这个社会，能造福这个世界，唤醒众生，让大家都有爱心，而且是大爱心，不是小爱心。这才叫成长，否则叫混日子。后面的时间不是想想你有哪些病，而是你想想如何去不过，如何去对待你坑了害的那些人。别以为你是好人，好人怎么会得病？想不开的人是好人吗？爱生气的人是好人吗？自私自利的人是好人吗？活着要有活着的价值，能彰显你的价值，也就是完成了你的使命，也是你来到人间修行的使命。所以说七天时间很快就要过去，想一想很多人回家不久打电话，这不行那不好了。我说有啥看不开了？有啥想不开了？你还没改呀？听什么了？听懂了就得去做，否则你不做那叫知识，没用。是这道理吧？听懂了能用得上的，那叫智慧，成了你自己的东西。学习是为了使用，是为了让自己快速成长。想想你有多少私心，想想你活到现在你使多少人不舒服了？你为这个地球，为这个世界，为咱的祖国，你到底创造了哪些价值？你是养活你家人呢，是供你自己享乐呢，你还是为大众服务呢？你是为了出名还是为了要利？你奋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你有清确的想法没有？小家都过不明白，
都不能超越。可怜呐、啊，可悲呀、啊，可叹呐、啊。人生难得，人生难求，生命无价。你咋对待你自己的？你怎么对待那些无价的人的？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一个人内心如果无爱，他不会有快乐，他不会自在。心中没有正能量，身体肯定会被负能量包绕、包裹、影响。没有选择的，除非你不想好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讲这么多的病，就是让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，然后不单是不再犯，而是帮助诸多的人纠正这错误，实现你的价值。如果你总想给自己医治好的话，你很自私。你还没有为别人着想，说明你还没有大爱的大目标来做定位。你没有得到宇宙正能量的滋润补充。咱们为什么叫开心呢？打开自己的心，跟外面的世界去对应，让自己那颗快乐的心、正能量的心去对应。很多人问我，我这又犯病了，这又不舒服了。我说那烦恼在哪里呀？往往都说谁谁谁他还那样。我说就你这样他保证那样。一早晨有一个孩子的妈妈给我打电话，孩子十四五岁了，上学就头疼，到学去就头疼，不上课了，上不了课，回家了也不吱声。咋劝都不好使，听两节课来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的课你听不听懂？听懂了。我说你做到多少？你做到了，你孩子怎么还会这样呢？老想做通孩子的工作，孩子为啥这样？不是你影响的吗？离婚了，他爸不好。他爸不好与你没关系吗？你没责任吗？孩子怎么想？孩子一看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，他活着没意思，上什么学呀？上学有意义吗？结了婚再离婚，天天吵吵闹闹，人就这么活着吗？孩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因为家里边找不着爱，你还想让他阳光起来，你自己都不阳光，孩子能听你的吗？
你能照亮孩子那颗心吗？到孩子面前你说孩子不自生，为啥呀？烦。天天说养我好，你呢？你好吗？天天我说学有用，你学这么大了，我看哪有用？有啥用？就生气啊，学完了。是一个概念吗？哪个父母没上过学？为什么没学好？你让孩子上学，让孩子学什么学？他看到希望了吗？眼前就是个乌烟瘴气的家庭。我说你不改，我哪来的？我哪来的办法？我办法都告诉你了。你不去改变自己，你没正能量，你跟你家孩子同频，谁能影响谁呀？一样。你只有使自己变成一个正能量的状态，重新审视自己有哪些错误，然后把它纠正过来，不是想完就拉倒了，那得去做。你真做好了，孩子能不听你的吗？看你真的改变了，看你跟爸爸的关系好了，彼此理解了，彼此原谅了，孩子不就重新看到希望了吗？他能不去上学吗？所以说对方不好是因为你不好。昨天咱们就举个这个例子，3岁的孩子不出门，那个同样的问题比比皆是。生活中有没有坎坷？有。对方正不正常？不正常。这都不是理由。哪个人生下来是完人呢？一蹦跶着满口说佛话，一生下就一尊佛，活灵灵呈现在世界上了，有吗？都有错。他有错，你咋办呢？他有错，谁敢招的？怎么对待呀？怎么超越呀？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他不好，你如果超越不了，你跟他都同频，一样。不要怪别人。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说着这个东西，所以说，咱来到人间，这一生不容易。你要呈现出你自己真正的价值来。不是来生气的，不是来痛苦的。我们能意识到痛苦，我们经历过痛苦，超越它，也让别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那是你的价值。学东西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，让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对待重复再现的那些事情的方法和方式，完成超越。他不超越是他的事情，但我们得超越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谁超越了，谁的灵魂增长了，谁有好归宿，谁不超越，谁的痛苦没头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为什么要看破？为什么要放下？不要执着在一件事上，想想这个世界的责任，想想你自己到底来干啥来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都有发挥你自己能力的空间和价值，就看你是否能认识到你自己的价值。大家说对不对？
说的比较严肃，不训不好使，到时候该打就得打，该乐就得乐，对不对啊？啥叫棒喝呀？不揍他不明白。所以说刺激刺激就能清醒清醒，要不然都困了是吧？这会儿一个困的都没有，讲笑话能讲困了，挨训的时候一般都睡不着，因为不能超越。是不是这道理啊？哎，好好想一想，不容易啊，抓紧改变。现在天灾人祸多多呀，转瞬一个生命就没了。你到底处一个负能的状态，你在世界上能存在多久？一个完全正能量的人还那么困难呢？咱们第一天就讲世界上的天灾人祸，是不是就是让大家认识到生命无常。昨天晚上我接到我妈妈的一个电话，我的二大爷家的一个儿子，他三个孩子，俩姑娘一个小子，昨天一场车祸直接死俩，剩一个，死一个儿子死个姑娘，他自己一个农村人在外头还打工，惨吗？咋活呀？问我有啥法吗？我说我那啥法，已经发生了，我只能劝他看开，可是他又什么不学什么都不信，那咋能看得开呀？他看不开呀，没准他就要了他老命，可能吧。在两三年前一家人找我借钱，我搞一个什么生意，他都对生活充满希望了。这不到两年时间，这一家就破了吧，散了吧，剩下个老大3岁没结婚，老二老三没了。车祸的我简单了解是啥概念，一群愚痴的人啊。据说老张妹妹来个电话，简单的事实是啥呢，两台车，小车超车时候产生了夸蹭，车上人没有伤，可是有车损呢，高速上就停车了，双方人都下车了，后边过大车唰起来从俩车直接开过去了，当场就死那么多，两台车人都死差不多了，车里没下水的人活了，他那台车5个人剩俩，没下车一人，这不都愚昧吗？出问题了，在高路上你夸就停车，就打电话报警，然后就来了案呢，是不是？那基本的常识都没有。这不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吗？所以说大家珍惜吧，咱还活着呢。有没有病的，咱现在说白了还挺好呢，对不对啊？能走，能说话，能吃饭，还能干点啥，不挺好的吗？生命无常，随时不知道降临在谁身上。你如果是个正能量的人，处处为他着想，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放不下，就这后果，
要搁理儿吗？着急解决问题吗？什么都不顾了，不是冲动吗？冲动的人不就是没智慧吗？没有大局观念吗？是不是这道理？那很多人都这样。那天上栾南去上课，结课了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参加个活动。我坐着车，车往前开，那车都在市区里边，本来走就挺慢。前面过来个小姑娘，不瞅车，以为她要横穿马路。他正好穿过去，我们车正好过去，应该是这么一个状况。那小姑娘走到车前，哗停那儿了。她并没有瞅车，她背对着车，咔咔就走到马路中间，咔一停。哎，我说想自杀还碰瓷儿啊？这满大街不碰瓷儿的吗？我说还第一次碰碰瓷，这么碰啊？她不是碰瓷儿，吵架呢。马路边有俩人，在那不知道说啥的，在这比，双方在比划呢。那车嘎就刹死了。哎，你说这不都找死呢吗？就说冲动是魔鬼。你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也行，却糟践了别人。你说这刹车要不及时，是不是把司机装进去了？我们那天说自杀的事儿，自杀也坑人，你不想活了还坑一堆。有个人写了个遗书，说自杀了，把其他人摘出来，你再上哪死去？上旅店去喝药去，这把旅店给糟践了。还离他家挺远，异地个城市，说死的远点省心，不拖累人。人那老一那个旅店立马就被查封了，调查咋死的，你是不坑人呢？找门地方偷摸死门管你，自己了吗？不要坑，不要死了都别害人。小伙伴说死了都害人，还说自己挺好。是不是都非常可悲的事？那跳楼的，你上人家楼你跳楼去啊？你坑谁呀？晃黄浦江你不跳，上那楼上跳去啊？是不是？我从来不可怜那些自杀的人，活着没意义，因为他没有自我的价值。他不想想父母怎么过，不想想兄弟姐妹怎么样，不想想丈夫妻子怎么活怎么过，不想想儿女怎么办。这样一个人死了死了，早死早了，接着去受罪去，因为是痛苦中死去的，活得没价值没意义。他为啥要死啊？心眼太小啊，自私呀，不就这点事吗？心眼小自私，他无法超越，这都是可怜之人。你别管他冲动还是不冲动，他就是个可怜之人，你是个可恨之人。我说的对吗？啊，你要是救别人去，你丧命了，那叫完全舍下了自己，对不对啊？达到了无我状态，一心为别人。这种人舍己为人，舍己救人的时候，他虽然死了，可是他灵魂一下就上去了，那是立地成佛的过程。有多少人能做这种选择呢？你给他思考时间，还救还是不救，自己有没有生命危险，
有他也去救，这不就放下自己的人吗？连生命都肯放下的人，他多伟大呀！虽然肉体这一世报废结束，可是人家那永恒的东西成长了。而看不开自杀的人呢，这头报废了，那头也下去了，因为他是为自己不能超越而死的，非常可怜。有一个人想自杀，心有一点点善念，喝点老鼠药，我不想活了，生活太苦了。因为这种人没目标吧，没有人给讲的课。其实我们传统文化课就早讲的话，很多人可以不自杀，可以超越。不懂啊，他就陷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了，拔不出去了。想自杀，他有一个善念在哪里呢？哎呀，我找个门的地方死了，那家里人清静清静的，也别让他为我操心了。哎，他是这个想法。死家里要吐白沫，是不是得送医院接抢救？还不一定死呢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又是个操心、花钱的过程，一家人很苦，他想不让他发现他死彻底的，你别救了，我也不给你添加负担了，这是不是好心？买老鼠药，走老远老远，离村庄老远老远的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估计三两天也不会来人，我就死也死透了，随便谁过来人给我买包软膏就算了，没啥抢救价值，没啥必要了，他就这么想的。老虎要喝进去，在等，从早等到晚，就是不死，假药。然后扑了扑，等一天没死，啥反应没有。嗯，说这是老天爷不让我死啊，我还活着有用，回家过日子去吧。回家了，家里说咋一天找不着你，上哪去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出去静一静。你看看，他有一丝善念，毕竟还为家里人想一想嘛。你看，也许就这一丝善念把他命留住了。那老说也许是基因里的，就因为这一个善念，可能改变了他的属性。那咋说呀？都没准吧。所以说，你为别人着想，把私心一去掉，很多时候会创造奇迹的。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困难？你不去想困难。不都是一些事儿吗？对不对啊？别人不让你干，拦着你不让你走，那好，我坐这歇会儿行吗？欣赏欣赏他，可不可以？不愿理他，你可不可以拐个弯绕过去？不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你说还有啥呀？啥叫困难呢？这是困是吧？困是这么写吧？咋困的？就知道给你家小院里栽树，你能不困吗？你那么自私，突破不了你这个家了，这不是围墙吗？你咋不上大自然去栽树呢？你自己困住了你自己，因为你自私，你就想为你家做事儿，是这道理吧？这就叫困。下面呢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五脏六腑，现在剩第一个了，剩最后一个了，水。肾生殖，就是泌尿生殖系统两大类疾病在这里边。这两大系统得病的人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才爱得？咱们说了，这里边的核心问题就是这颗心。咱说金
显著爱财。水也是财，这个都是在财上、钱财上有巨大欲望的人，有巨大贪心的人而导致的，这都是显著特点，占的比重极为大的。因为贪嘛，万事万物贪啥的都有。另外，这直接对应着肾脏是先天之本，贪财好色，它多个词儿还好色。人说不好色，不好色，你天天想着那点色事儿，那都别人不好，别人不好是别人的事儿，那你天天咋为他烦恼呢？是不是？不还是这点事儿记了你的心吗？贪财好色是主体。咱们说淫心，淫心那是另外一个主体，这是肾上又是这么一个在线的层次。世界上嘛，其实居家过日子，人活着，你想想，一共能有多少事儿？都有啥事儿能影响得了你？很简单，根本就不复杂。人夜里之心跟智慧相关，这种人没啥智慧，比较笨，脑瓜子不开窍，不转个。咱都说了吗？脑袋被门挤了，挤成水了，没智慧，是不是都说的是这概念？笨吗？喝酒的人越来越笨，越来越没智慧，因为酒精对他的智力有直接影响，喝的是阴水。这种得病的人特点贪心好色。有人说他不色，可是他接受了诸多的两性不正常的教育，他也陷在这个苦恼中。有的人不就认为天下没男人或者没好女人吗？从小得到的教育就对这个两性的关系产生了不正常的认知，这都是属于色的问题啊。没主意，贪心，还啥都想要，还没主意，还没志气，容易退缩，也就是活得窝囊。这种人往往都很窝囊，左右摇摆的事儿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极多啊。窝囊体现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因为贪心色心比较重，什么都想得，他又没主意，他又没能力，他又窝囊，你说他咋活？就憋出病来了，烦恼极多。所以说肾脏就不行了，生殖系统就不行了，这是他的主要特点。另外，这种人没有热情，没有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激情，他性格就那个样子，相对显得比较冷淡，像冰筷子那样，人显得冷比较凉，这是他另外一层的性格。这也说明他的另外一个能力的问题，不能彰显自己那份突出的正能量。真正的水是啥概念？咱们那天讲儒家文化讲了，是滋润万物的。那些东西进到水里边，水能包容它，水能溶解它。这说的都是心量，心胸极大，能包容万物，
能化解，他有智慧吗？能化解很多的东西，跟不同的人他都能融为一体，这都是智慧的呈现，这是高层次的。那反过来他就不合群吗？水用他的智慧从天而降，水变成蒸汽到天上再降下来，以这种方式来滋润万物，这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，他能唤醒众生觉醒，能量级非常高。这就是得这类病的人的发展方向，必须转变，否则很难打开那个结。水两个极端嘛，往上变成蒸汽，完全变成一个无私的状态，完全是一个无私状态，升腾上去滋润万物。另外一个极端呢，像冰块一样，又硬又凉，这指他不好的性格，还没主意还较劲。这个凉是较劲的状态，是发脾气的状态，比较冷，冷漠，他也爱冲突，顶撞人。为啥要退缩？说这种人不恶呢，要退缩呢？这是水的另外一个属性来的，他遇到障碍，他就不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他愚痴的那一面，要做好的那一面，遇到障碍，我会蓄积力量，最后越过去，是不是？水漫过去吗？或者是你在这儿挡我，那好，我绕过去，我的目标是回归大海。就是看我们物质的两方面，你属于哪一方面？我们是讲究的是往正面走，往正能量的方向走。所以说得了肾泌尿系统疾病的人，膀胱啊，肾输尿管，膀胱尿道，这是一条线，任何一部位出问题了，与这有关系，与他这种性格有关。生殖系统得了病也与这种性格有关系。咱们现在说说先天之本这个肾的事儿。咱说肾为先天之本，先天之本就是说生下来就带过来的，谁给的？父母给的，天地给的，我们自己那个能量三位一体而来的，三位一体，一体带过来的先天之本。先天之本有很多比喻，人死如灯灭，油尽灯枯灭了，那些油是什么？就是先天之本，先天蕴藏的能量。这些能量有很大一块在繁育下一代生殖用的，我们再把我们的能量传输给下一代。咱们那天说了，精子和卵子那都是超能量的东西，不是那种现在讲的那些东西不值钱，不是那概念啊，和其他的那些液体一样，完全是两个概念。那么我们带过来的就是有数的，看你怎么用，用好了用100年，用不好了70年、50年、30年、20年，就看你怎么用。反正省着点多用一段时间，浪费点就少用一段时间，反正用没了就死了。性欲过度的人，
性生活频繁的人死得快，得病得多。很多人说在外头我没有那淫欲之心，就夫妻这样的事，可是你一会儿你不闲着，要把你报废啊。很多人为什么身体变得很差，社会上看做的都很好，为什么很差？就得意这玩意儿，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没完没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节制欲望？因为咱想多活一段时间，咱不就是来做这事儿的，不是就是来繁殖后代的。咱们最大的使命是在造福这个社会的，保住咱的身体，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使咱们成长，这是三位一体的。大家看看那些个手淫的人，性生活过度的人，他长得啥样，满大街都是，一看就没睡醒，一看这一晚上不知道咋折腾的，敲毛大吃的，都身上不是很滋润，他们那些水啊，高粱的水都释放出去了，身上都干巴巴的，就那样子。一动头晕心慌气短腰酸腿软，也就是无力状态，疲劳。咱这里有年轻人还没结婚，绝大部分都是已经成过家的人，成过家人都知道，没结婚没闲着的人也都知道，性生活之后都很疲劳，你想睡觉，想躺那休息，为什么？因为把你那块的元气释放出去了，需要补充，而且补充的时间极长。为什么现在体育运动，你看那些个剧烈运动的都有严格的队规，赛事之前一年最少半年不允许有性行为，严格禁止男女之间的在一起接触，因为它释放出去全身没劲儿，很难用后天的东西弥补先天的，做不到，你就带了那么一堆儿，这就说明它有多重要，我们的先天之本。所以说你每一次的性生活、性经历、性幻想，都在释放你原来的东西，就是在消耗它。很多人不注意这个，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你老坐那儿想啥呢？为什么我让大家别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？就是看色情的东西，你看着看着就把你的欲望激发起来了，你身上会有反应。这种反应就是一个释放能量的过程，你虽然没有试着去做，可是你却释放了出去，因为你动心了，心动了能量就动了，就消耗出去了。如果再有具体的做法，消耗的更多。那些手淫的人不跟别人，他跟自己啊一样啊，糟蹋自己，短暂的快乐，长久的痛苦，把自己耗费进去了。为什么咱要远离？最后要放下，你不放下修不出去。你尽想这事能放下去吗？这是挂碍你的东西啊，你放不下的。为什么夫妻一定要同修？早几年就有经历，完成一个人类的衔接过程，后期就该同修了，这也是个放下的过程啊。所以说性的问题是肾脏系统、泌尿系统、是生殖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其实它影响着全身，全身都需要水的滋润，你把它都放出去了，哪儿都不行了，全身都抵抗力能力下降啊，先天之本
那是我们的防御系统啊。人为啥成为高级动物？和其他动物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人有智慧，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节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像动物那么想来啥就干啥。这是人跟动物的区别。如果人天天盯着这点男女之间的事情肆意妄为，那就进入了动物的级别。为什么这些人死得快？就是他消耗得快，这些人智力记忆力下降得快，这都是消耗了能量的问题。所以说作为人，你想活得长久一些，想活得健康一些，你真正想修出去，第一，节制欲望，控制欲望；第二，到最后放下，没有选择。佛还用做这事吗？不做了，他放下了，他清净，他自在，安住在自己那个非常清净的状态中，没有这些欲望了，这是修行的过程。所以说夫妻为什么一定要同修，就是那得配合呀，你不干他干，满足不了对方就有意见，要不然他跑去找别人去了，你还闹心，你满足他吧，你又不想消耗自己的能力能量，就不和谐了。所以说夫妻同修才能共同成长，真正走上去。家就是来让你破这个欲望的，体验过了放下，一朝暴露是淫欲行为。人说没有啊，我们上一期有个老师讲的课就非常有意义，他上台分享了分享的，哎呀妈呀，你可别穿那么少了，我受不了啊，我求求你了，多穿点吧，你说你露带露不露的，我瞅着你我就放不下你。哎，一个老师在前台，男的，求这些学员，你可千万多穿点吧，啊，我抵抗力差，我受不了那诱惑。还表扬谢飞老师，你看谢飞老师穿的，一瞅我没有那邪心，没有淫欲的想法，对他只有恭敬心。看看你们那些个，露着小胸脯到大腿根的，你撩着我。你老师本来我没想法，见了你就有想法了。我不琢磨你琢磨谁？我可告诉你，满大街都是这样的男人。说打劫了，这个那的，都是你招的。不是你潜意识让男人找你吗？有的是故意就让男人找的，有的是潜意识。反正你去撩着人，就这结果。你调动起别人的淫心，那你就得淫病，生殖系统会出反应，因为这有能量的传输和对接问题。所以说为什么要洁身自好，着装得体就在这里。反正是听完咱课的女孩子一般不露了，有时到我跟前还穿这样，你勾引谁呢？你看我抵抗力强啊。是这概念吗？哎，多穿点儿，那是保护自己呢，那是一颗平常心正常心。穿着一朝暴露，这是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，很多人，但是咱不懂，穿就穿了，做就做了，现在懂了就应该改变。那周老师穿件衣服明天都要我审一遍，这行不行？我说这不行换，那个行挺好，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判断标准，但男人的判断标准去判断女人往往是比较到位，是吧？你自己可能挺好，别人不一定。所以说在两性关系上我们要特别注意，那人的欲望咋能降低，这是每个人面临的挑战，这是一大关呢。一，有大理想大爱心，你有责任有使命，你顾不上想这些事儿，你没时间想这事儿，自然就没这事儿，没这念头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你有了大的人生目标，有了高品位的人生的价值观，你能经得起诱惑，你能战胜他的诱惑，能控制自己，你把它看得很淡，因为你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这是第二层。第三层呢，就是说不看，远离，远离色情的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人，你离他远点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会一失足。这是一种诱惑动心的过程，人嘛，你没有极高的定力，很难经受的诱惑，所以就是远离，远离那些色情的场所，远离一朝暴露那些人，再就是远离啥，那些图片呐、小说呀、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包括电影和电视，有那些色情的，远离不看，尤其是黄色的那些个制品，更要远离。它真的就是污染你的心灵，因为看啥呀？这些知识，眼睛上拍的这些照片就存进去了。你存垃圾，那能好受吗？所以说远离。第四个呢，从饮食上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，比如说肉食问题，动物的属性就是性欲极高，动物说它交配的率极高，说动物里边含有大量的一些激素，你吃那些动物肉使你原始的性的冲动被调动起来，所以说不吃肉可以降低欲望。保暖思淫欲嘛，吃半饱吃多了，吃多了它憋得难受，它不要释放吗？会出反应。所以说饮食不要吃得太多，半饥半饱，其实那是身体最好的状态。咱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暴饮暴食，吃得太多，所以说少吃，在吃饭上控制自己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些植物上的饮食最好不吃，就是葱蒜韭菜以及它们的衍生品，像圆葱什么的，这都属于一类蒜苔，就这一类东西远离。佛经里记载这类东西是魔制造出来的，地球很多的物种很多的东西都是